你快！快！嗯，不是，为什么？哇，吓到我胃痛，兄弟！啊！太吓人了！我不想再经历这种情况，太吓人了。刚才，节目组跟我说了一个状况，是比较突发的，报错名的。刚才给我们的这个结果，里面漏了一个人的名单。我也去 F 后海，我去 F。 太笑人了，好扎心啊，这什么好了，我陪你们了。 A 班现在有多少人？十个，还有一个，是不是有点奇怪？奇怪。恭喜他，来自 F 班的赖耀翔。恭喜你完成了从 F 到 A 的逆袭。 A 班，赖耀翔当时在首秀，我上了 A 班之后，他刚好就在我旁边。哇，小雨好厉害。哎呀，你爸妈都在台湾吗？哦，你参加这个节目才来的？对，因为之前一直没有机会，很紧张。不会啦，赖耀翔跟我说，我目标就是你，我想要超越你。你现在在 A 班，我肯定会上 A 班。我感受到了他很强大的信念感。然后，他第二句突然就萌到我，他说：“鱼哥，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到 A？” 我说：“我除了努力，我不知道该给你什么词了。”然后他整个人从首秀开始到主题曲，他一直没有停过，因为他每天晚上，就当我可能四五点已经很晚了，我在刷牙、洗脸、洗澡的时候，你看到他满头大汗进厕所，说：“哎，鱼哥，这个动作是不是这个角度应该是这样子的？”我敢放句狠话，赖耀翔是我在创造营里面见过最拼的人。加油吧，尽量往上冲一冲。好，把我们这群前浪拍死在沙滩上，好吧？努力，我努力。他好像是非常非常努力的一个。对对对，他跳的真的挺好的。耀翔，冲向属于你的 A 班。对。好棒。我感觉我的春天到了，果然呀，绿色。